里有时候就旅行来的这些墙壁啊，我想它应该是已经关注，这里面还有多少，这个看得出来已经好多年没有关注了。这里是在走多少啊？这是一个蛋房。走在这里，我非常好奇啊，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做了这么远，而且我在这里面发现一个石磨子。看完了这个房子啊，我又看到下面有一个门，这个声音太大了，我感觉都不敢进去。